大家好，我是微博之夜年度向上时刻见证官周深。过去的一年里发生了非常多令人感动的向上事件，被困女孩获救后加入志愿者行列，14岁女孩为洪灾捐出零花钱，休假战士六进火场营救遇险居民，他们都在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。快来微博和我一起重温2022年社会向上瞬间，向每一位平凡的英雄致敬。